其实哎，这两天算是顺利的，很顺啊。而且我觉得这两天是我们豆腐店开始，全部我们所有的人，然后都一起很认真的做一件事情。真的，不要看外场就是大家一起做，然后内场大家一起做。其实从做豆腐啊，卖豆花啊，然后到今天给他们员工餐，我觉得对，这次算是我们很顺利的一次。好，大家辛苦了，耶！哎，看一下钱吧。对，哇哇，老屋收支状况。我们盈余是21,171，然后零食584，豆腐店挣2000。等一下，零食，零食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？昨天啊。哎，我们去买点东西上来吃好了啦。好饿哦，但是我没有带钱哎。我有，我有很多钱，走。哎呦哎呦。好，那我要去买，我要跟着去。然后两只冰淇淋，哎，你要什么？冰美式，我要一个冰美式，两个冰美式，两只冰淇淋。阿刚，你要不要放到那边？浩哥要付，你就放。那我多拿一点。你多拿一点呢？浩哥说他有钱了，今天他要给我们买。哎，公司总冰多少？588什么的。哦。40元给你。哎，你甜筒吃两个哎。莫名其妙花到钱，不是浩哥要请客吗？我对啊，那不是他请的吗？你打桶边啊？哦，我又打桶边啊。Oh no！ 但是我发票也没给出去啊。啊，有，好像有给的啦。然后攻读费扣1000，员工餐收入7950。哇！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盈余有29,907元。哇！这是正的吗？对，我们是全部的正的。对，来吧，分了吧。太少了，有点志气，好歹再多一个零吧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们下次会不会变常态性的出去外面帮人家营业啊？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，你知道为什么啊？我们省了很多成本，水电都他们的，哦，场所也是他们的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办所有圈内艺人的婚礼，都要找我们。哇哦，哇，这太多了啊！好不好？恭喜大家29,907元。那我们今天应该就录到这边吧？是吗？还有别的事吗？还有别的事？自己的家。耶！耶！